大家好，我是写小说的鱼姑。今天我刚刚拿到8840U的微mini，先为大家试一下指廊吧。因为 TFCC 损伤，左手活动受限，各位凑合看，这个机子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其实我一直很喜欢 GED 的产品，这次他们家把 mini 的 OEU 口改回 USB 啊，挺有诚意，没忍住我就入了。这个游戏我开的是30瓦帧数在40到60之间。 总体非常流畅，不过风扇声很大。明天空的话，我会试一下《艾尔登法环》。各位有什么想要测试的游戏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接下来，请欣赏我暴虐嫌疑狼的精彩画面。